很多消费者买了 TRUU 的这个洗面乳之后，怕滑，常常摔破。TRUU 真的是一个佛心来的厂商了，这是我第一个看到真的有在聆听消费者的意见的。现在他们改版了，改成什么？改成成本更高的磨砂玻璃瓶。哇，这个要花蛮多钱再把它打雾，把它磨砂，这样子呢是不是就很贴心？你在厕所使用的时候就不怕滑，不怕在溜出转溜出。你看，我还是一样可以接受，我还是一样可以抓住。这个呢真的是非常厉害，76洗面乳，真心推荐。我洗完不紧绷，脸上觉得很清爽，我一直推荐的洗面乳，不止我推荐，大家都推荐。那你觉得为什么会这么推荐？为什么这么推荐？你们都没有在看影片，你们都没有在看影片是不是啊？哈，推荐洗面乳，好，我再讲一次啊，因为其实我用过很多洗面乳，从洗下来，你不是觉得脸会紧绷，洗完之后脸很干，甚至有时候会红啊什么的。但是 TRUU 这一瓶呢，它里面就添加了很多，回去看影片都有的成分，好不好？就是二裂酵母跟很多很多成分在里面，日本的那个在里面。知道，有76%的保养成分。我就是要你回去看影片，你还给我讲出来。太狠了，不给点击率啊！对啊，有76%的保养成分在里面，里面的东西是别人想要仿都仿不来的。告诉你 TRUU 在厉害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啦。然后洗完之后呢，我就非常的爱，所以呢拜托我要再讲一次，厂商你可千万不能有个闪失啊，这个东西我可是要用一辈子的啊。